刘荣斌在预赛的上杠是得到了15.750分，来看看他的全能决赛的表现。15.70是这次的预赛的这个单项的第二高分。他刚才支撑前摆360成倒立，后上挂臂，然后是支撑后摆躯体前翻两周。在动作编排大同小异的套路当中，就比完成质量，比落比下法，他又落地又站住了，这样他就额外又多了，额外得到了加分。